欢迎收看要财财经台，咁啊嚟到我哋问答环节啦。咁呢三节咧都系由阿郭 Sir 主持嘅，大家有投资嘅问题咧，可以打电话嚟2800465666啦，或者咧电邮俾我哋 ask@bsgroup.com.hk 嘅。咁啊，郭 Sir 睇下恒指嘅最新表现啦，升紧咧138点，23940点，国企指数咧升紧72点，12668点，成交咧就295亿，期指咧就高水32点，23975点，升近咧162点噶。咁啊，睇埋咧内地啦，咁啊上证指数收个市咧就系跌咗15点，系报咧2680点噶。咁而沪深300指数咧就跌13点，2940点。而深圳成指咧跌27点，收半日市11461点噶。咁啊，过咗我哋又继续解答咧家庭观众嘅电话问题啊。喂，阿杨小姐。喂，你好，系啊，想问咩股份噶？你好啊，我想问问只887，887，诶，1698嘅，1698，你这两只都买咗未？定系未买噶？买咗噶啦，买咗。OK， 咁啊，不如逐只答啊，先答只英皇中标珠宝啦。咁你自己几钱买噶？我平均价系1.24，1.24，咁啊，而家跌咗落嚟咧，1.06。咁啊，问下郭 Sir 啦，咁啊，呢个时间使唔使止蚀先？咁啊，技術上嚟講咧，就的確咧係稍微買得比較高少少嘅。首先嚟講，一個月嘅高位係1.21，你係相對嚟講係一個接近1.38落嚟一個叫做高台上面買咗噶啦。咁如果擔心個股價有逆轉啊，或者因為有某啲因素啊會出現一啲股價出現一個變動嘅話咧，咁啊嚴守兩個技術上嘅指示位。一個就第一個就係1.11，其實今日已經係失守噶啦，呢個一個禮拜嚟嘅低位。咁另外一個止蝕位咧就要留意咧，就1蚊左右嘅水平啦。一旦失守咧，意味著咧就個勢頭可能會急啲咁多。值得一提嘅就係，由於股價咧已經跌穿咗10天平均移動線，應該第三日噶啦，即係技術形態咧係會比較差噶。咁啊，雖然咧零售嘅板塊咧，其實我本人都仲係睇得比較好，但係喺上兩節我節目已經講咗啦。一些資金的追捧令到相關股份的升勢是比較急，而且很可能是走快了，就算即使是業績稍微好一點多，很可能都是這一分鐘暫時來說已經是反應不到了。如果一旦那個盈利出現有少少的收窄或者少少的減少，那個衝擊更加大，因為第一你升大了，其實嚟講咧，到期時咧有啲少少失望嘅情緒咧，好可能咧就會有啲回頭嘅沽壓出到嚟湧現啦。咁令到咧升就升得快，跌嘅時間亦都會比較速啦。一個3.8指嘅回落咧，嚴格嚟講咧係屬於一個升後嘅整固消化。咁但係當十天線失守咧，意味著咧個技術上嘅走勢咧係會進一步變差噶。咁啊，1.11已經跌穿咗啦，另一個技術防守據點1蚊咧就不容有失啦，跌穿咗就比較麻煩少少啦，自己小心啲啦嚇。好啊，咁啊，楊小姐係咪仲有隻博士蛙㗎？係 啊，你自己幾錢買㗎？係咪 IPO 抽㗎？我係7蚊度買㗎，7蚊買。咁啊，即係高咗少少買啦。咁啊，而家做緊咧5.84。咁啊，問下郭 Sir 啦，跌咗個幾落嚟啦。咁啊，而家又點算好啊？又係蝕底咗咯，因為咧就主要股東咧就慶樂啦，咁啊抵押咗1億股股份啦，俾瑞士銀行啊。咁其實相關嘅消息咧，已經令到咧股價早前嚟講咧，由6.4元咧出現一個裂口性嘅下跌噶。咁啊，雖然之後咧係會有個反彈，咁亦都一度咧翻上接近6.3毫1左緊嘅水平啦。但係咧，始終嚟講就翻唔翻上去6.4呢個技術上係呢個低位啦。咁啊，嚴格嚟講咧，而家呢一分鐘咧都係咬住條十天平均移動線。咁啊，博士蛙早前嚟講上市嘅時候咧，就大家睇得比較好噶，因為咧小孩子用品嘅相關嘅業務咧，其實咧喺內地嚟講咧，就嗰個即係發展空間好大，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內地係優即係一孩嘅政策嚟噶嘛，父母將最好嘅就俾曬小朋友噶啦。我總係覺得咧，呢個世界咧喺零售市場咧，最好賺嘅錢咧就賺好似阿 Anita 呢個女士嘅錢，同埋咧小朋友嘅錢，因為女士就唔會孤寒自己嘅裝扮。而父母咧，亦都唔會沽學小朋友嘅日用啊所需嘅。咁但係即使係咁咧，佢嗰個時候7.幾元嘅估值咧，都成50倍嘅市盈率，係比較高嘅。咁以我自己本身嘅嗰個保守嘅心態嚟講咧，對一啲50倍以上嘅股份咧嘅市盈率或者 P/E 去到50倍咧，我都係比較保守少少噶啦。亦都當其時指出咗業務前景係真係睇好啦，但係估值咧就略為高啲啦。但係就諗唔到咧，主要股東咧係會抵押一啲股份噶，咁啊早前有啲就話哇有成5億6億股喎，其實到後屘證實咧係1億股，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喺上市冇耐之後咧，
大股東去點壓股份咧，其實嚟講呢個咧對市場嗰個影響是比較負面的，咁啊，唯一要講嘅就係暫時嚟講咧，就事件好似慢慢市場已經係淡化咗或者消化咗啦，所以咧技術上嚟講，5.52啊或者5.62咧個防守性咧應該都會喺度噶。7.幾元錢買，好老實講，而家相對5.83、5.84咧，要沽亦都唔係而家呢個時間沽啦，但係亦都唔怪得，去到6.4、6.5，如果冇指示嘅話咧，一個點當嘅股份咧，即刻低開到5.幾元錢，即係裂口性低開嘅。我哋做小股東咧，最怕就係呢個情況噶啦。第一就唔好再加注啦。其次嚟講咧，暫時初步嘅阻力咧係喺6.31，一日未升破6.31咧，真係冇太大嘅憧憬噶。咁如果跌穿5.53咧，又要小心啦。因為始終嚟講，估值相對嚟講比較高，同埋咧有少少負面嘅新聞仍然仲係困擾住個股價噶。咁就暫時就係第一格局，唔好加住啦。希望你唔係揸太多啦。咁如果你揸得比較多啊，或者係現金相對比較少嘅話咧，真係冇辦法啦，就嚴守一啲低位啊。一旦跌穿咗，真係減磅嚇。好啊，咁啊，郭 Sir， 我哋不如又聽另外一位家庭觀眾嘅電話，喂，阿關小姐。係你好。係啊，想問咩股份㗎？誒，想問165㗎。165，你自己買咗未㗎？光大控股。未有貨，未有貨。咁啊，問下郭 Sir 啦。咁啊，165個前景你點睇咧？17.04而家。嗱，咁啊，大家睇睇啲少少資料先啦。睇嗰個市盈率咧，佢啊講緊係大概係5.7倍。但係我講清楚，我記得咧，佢嘅核心啊，每股嗰個利潤咧係9.9毫嘅，我就當你1蚊好唔好啊？嚴格嚟講咧，就應該係17倍㗎。點解會咁低咧？因為舊年有嚟好似光銀啊、光正啊咁樣。分拆上市啦，有啲非經常性嘅收益，如果撇除呢一嚿嘢嘅話咧，實際嘅市盈率咧大概係17倍到嘅。咁啊，內地嘅股市咧一路比較低迷啦，呢個大家都清楚啦，所以變咗暫時嚟講，相關業務嘅一啲啊連嗰啲企業啊或者呢啲公司咧個股價嘅表現咧都係比較強差人意嘅。咁16.9元錢咧係一個月嘅低位，亦都係一個重要嘅防守性據點。一旦失守的話咧，下一個防守性據點咧就要退守到15.8，呢個一年嚟嘅低位噶。咁啊，初步嘅阻力咧亦都唔睇得太高，係17.9同埋18.38。咁如果呢個價錢買嘅話咧，或者咁樣講啦，相對16.9嚟講，而家咧係得毫釐子嘅啫。咁啊，梗係唔會攞毫釐子嚟做指示啦，因為17蚊嘅價1% 用乜而到啊？就攞15.8啦，好唔好啊？咁啊，防守性有過2元錢，就睇有冇機會咧突破17.9同埋18.38。A 股暫時的勢頭都仲係反覆大軟，所以對光大嚟講咧，或多或少都構成一啲負面嘅影響。但我要再講多一次，如果你睇佢5.7倍嘅市盈率，5.6倍市盈率，你走去買嘅話咧，你可能咧就會有少少誤會啦。因為舊年係有啲非經常性嘅收益擺咗喺度噶，扣除嗰一嚿咧，佢每股係1蚊嘅利潤，即係換句話嚟講咧係17倍。問題就係喺舊年到而家呢一分鐘。內地的證券如果真係比較淡靜啲，或者冇咩驚喜嘅話咧，好可能業務即使有增長咧，都唔會有太大嘅發展。不過無論點都好啦，17倍嘅市盈率估值咧，真係唔算高嘅。咁我覺得咧，如果你唔介意少少反覆嘅話咧，係可以買喺度嘅，擺喺度，擺啲擺喺度冇相干嘅啊。咁啊，關先生仲有冇嘢要問啊，郭 Sir 啊？冇嘅，唔該曬。好啊，多謝郭小姐電話。咁啊，郭 Sir， 其實我想問一下啦，咁啊，即係一路都講話，即係可能有即係小 QFII 啦，咁啊，即係會開閘啦。咁啊，其實見到啲證券股咧，之前都應聲咧炒過一輪上嚟嘅。咁其實啊，如果真係即係小 QFII 真係出台嘅話咧，咁啊，證券行其實最受惠係邊一方面咧？我諗咧就都係咧有啲資金入去啦。咁啊，但係資金入去到底係咪完全買曬 A 股咧？其實咧QFII 咧。我講句老實話，就算你真係開放嘅話咧，都未必有太大效應。最大係咩咧？最大係內地嘅政策啦。如果內地嘅政策，即係我哋市場所謂講嘅綠燈啦，一開嘅話咧，哇就砰砰聲去啦。喺個上升初嗰個週期嚟講咧，成交金額可以係天文數字，幾千億一日㗎。正如應該係講緊上年嚇7月2日嘅低位。即係2320點升到上去3186點，當其升勢好凌厲噶嘛，最終都要睇政策，真係睇政策。好啊，咁啊，不如郭 Sir， 我哋休息一陣先啦，轉頭翻嚟咧，繼續有我哋問答嘅環節，大家咧可以繼續打電話嚟2804-6566，或者咧 send 電郵俾我哋 ask@bsgroup.com.hk 嘅。咁啊，而家休息一陣先，睇下啦，港股方面啊，而家升緊咧119點，23921點嘅，轉頭再傾啊。